这一把的制作形式，是比较这部年轻的时候啊，在狩猎的工具，它也是用捏的，然后呢，弓是赤足弓一体成型，短短的，可能在140公分左右的长度而已。这个是真的狩猎的一个工具，而且它打又是用捏的。那个各区的射箭队。麻烦你赶紧身形稍微往前有公布。这是我们屏东春日四文部落的参加老人家们用捏的各射箭队派一个人去那边报道，这样子的姿势也是很漂亮。这是我们的村长。啊，这个有进步了，这个有进步了，他用扣的了，他用地中海式的啊，你还没有进步，你用传统的，这个才真正传统，你看，哎呦，这个是，那他们是两个兄弟啊，哎呀，好啊好，他也有啊。哎，你这样用捏的话，你射的也是很准呢，18公尺这样子也是很好呢。箭比较会滑。没有用捏的哈，就是你的弓如果重的话哈，捏不很久了，因为它要滑出去了，你要想放。会滑。哎，你要想放掉。来，我们来好好欣赏哈，我们传统的射法，真正台湾原住民传统的射法，啊，都是用捏的哈。大会报告，所有参赛人员有领到消费券的哈，请到我们农特产这个。这个箭，这个弓都没有开空装哦，都没有开空装，它还可以打得那么好，应该都在7分里面哈，都在7分里面，这样子的射法的算是蛮高的哈，分数蛮高的，准度也很高了，它的弓差不多130到140左右的长度而已哈，赤足弓一体成型，没有挖空装。这个是我们四文屏东啊，这个春日四文部落啊，这传统的一个箭头的一个功法，就所谓的套筒箭。啊，这样子的套筒箭在台湾目前的一个赛制当中被牺牲掉了，这样子的文化真的是一大的损失，因为我们现在的射箭赛事是挂着传统两个字。每一个地方都有每一个地方的传统特色工艺，这被牺牲掉了，非常的可惜。那这个屁股有开槽，这个有进化一点点的哈，但是开得很浅，因为我们这位射手他还是用捏的。哇！哎，就是他的啊、哦，我们这位布啊、哦、射手，这个年轻应该是叫山猪王哦。山猪王哦，哎，谢谢你，谢谢你。这个一定要啊、哦，这个也是套筒头哦，同样在四文部落哈、哦，这是第二位部手上拿的一个套筒头，手工打的。好，大家看看，这是今天春日四文部落所办的射箭赛的欧米亚耶。左手边黑色的这个，可能就是大条的毛巾，还有消费券，还有头巾啊，还有一个运动的杯水袋。哇，我们的传统射箭赛事好久没有这样子的感觉了呢。
哇，今天来到这边，哎，又有以前的感觉了哦。哦，哎，就是欧米亚给拿不完哦。哎，回去两手都很多要拿东西的。哇，希望我们其他县市的公家要办射箭赛的哦，稍微看一下哦，不要让射手只是缴了报名费两手空空回家哦，那种感觉的快乐的感觉都没有。好，这是我们世文的伴手礼。最后